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都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，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气这样吧，吃那粗茶那有办法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保你白白又胖胖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，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去这样吧，吃点粗茶那有办法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保你白白又胖胖。
Thank you.
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是谁抢到那只宝剑？Thank you.
句亲切的叮咛和那颗执着的心灵，我忘了从远方回来的时候要告诉我许多故事。
跳
春天小雨在耳畔，噼啪噼啪的鼓声响彻天跟地那段。心里
手牵引。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恋，泪水不会占据我的眼。想要想
小院，像一座象牙塔，我们沐浴在无知的潇洒。有谁愿意听我细诉青山的传达？就像蝴蝶必定经过那蛹的挣扎，才会有对翅膀坚实如花。我们也像蝴蝶一般，在校园漫漫充实又长大。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吉他，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。有谁愿意听我细诉心声的传达？有谁愿意听我细诉心声的传达？